农卡。松。嗨。落吧。还 happy 吗？叫。哦。小弟弟在拍照，给那一个大哥。么么哒，我是琪一呀。我今天呢在唐人街，刚看了一家特别有特色的店，就是这里啦。这是一个小巷子里的单车咖啡，是那种很老式的泰式咖啡。哇，这烤面包的架子，然后还有烤面包的小哥哥。我刚点了两片面包，还有一个泰茶，泰式奶茶，还有一杯他们泰国传统的泰式咖啡，这个很有意思。哇哦，好嘛。菜不灵不灵的呀，他们他们的咖啡是跟糖一起去烘焙的，所以它会有发亮的感觉，好香哦，超级香。然后在这边就是萃取。什么是传统泰式咖啡？没有在。เหมือนตอนช่วงแบบช่วง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ชนเนี่ยจะเอากาแฟมาคั่วผสมกับพวกเม็ดมะขามกับพวกน้ำตาลแล้วกลิ่นก็หอมกว่าปกติใช่ไหมคาเฟ่萃取出来是黑黑的，然后这一个是安妮可浓，他们的手打奶。哦，塞罗尔，哇，炸，温卡，好美哦。